以说半路上就大概是也就有没有意思。刚才你让那个铁口了，没给挖进去了。给了第二口，还可以，哎呦，还可以远点重音，哎呀，还可以，不停的洗塞，哎呀，哇，这还可以，这还可以，看见了吗？这个还可以的，当当当，过奖了吧？这个边上往往会有鱼啊，藏鱼上货，澳金斑，澳金斑估计还不止，兄弟，你在视频里面看小哎，澳金斑大差估计大差不差，反正还不小，看见了，看看我们下鱼啊、哦，两个钩子打穿了，它这个跑不掉了，第一下没咬入，我那个。今天搞起来，目前第二条啊，第一下，这个叫什么呢？第一下它没咬住，然后我挖有点进去了，我颠，转过来又是一个吸口，然后我一颠有重量，我就吃了。